老爸，我该怎么追女生？告诉你，追女三大原则：第一，让她开心；第二，称赞她的笑容；第三，晚上约她出来。为啥要晚上？因为晚上她看不清你有多惨。朱大哥，你有早泄经验吗？你娘卡个，你才有早泄经验呢、啊！你的强项是？我的学习能力很强。十一乘以十一等于多少？65。你不是学习能力很强吗？一点都不对啊，是121。好的，就是121。妈妈，当年你为什么嫁给爸爸？当年妈眼睛瞎了才嫁给你爸。那为什么我们家那么穷啊？我们家的钱都给你妈治眼睛了。可不可以诚实的告诉我，你到底有多少公分？30公分。你真的有诚实吗？我已经诚实了。